看这位先生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这位小姐肤如凝脂，唇红齿白，好个夫妻相，夫妻相啊！Yo, Kitty 猫，还有传家宝，麻烦动动自动消失，千万不要让我看到 K 秘籍。我越看越想笑，谁的规定？哼，未来只能做个月老，拜托拜托不要。努力暖暖一直叫，纵使内心强大，听多了也会疯掉。我知道你心里其实最明了，为了爱我，完全可以变得更屌。你怎么不上天呢？昨天的浪漫。没二代，一个小兔崽子，祖宗在上，竟假世代为媒。你要断了这门生意，我就断你的香火。啊，外婆不要啊！爱才是最珍贵。我跟你说，田中一，你写的这什么狗屎玩意儿？告诉你，下周一，你他妈不给我把稿子重新改好，你就赶紧给我滚蛋，滚蛋，明白吗？开门！我知道你在家呢。你要不开门，我就报警了。开门！开门！报警！报警！你倒是报警啊你！你当我不敢是吧？你还威胁我？哎，你要是报警的话呢，就喊非礼喽。哎，别，你别胡来啊！哎呀，我说你欠房租不给，你还有理了是不是？你看大叔啊。我要是闹起来的话呢，对咱俩谁都不好。要不你再给我半个月的时间。我男朋友他是个大作家，他不是去交稿了吗？他要交完稿就有钱了。我说美女呀，我不是没给过你时间，这都又拖一个多月了。大叔，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就太没劲了。那我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。哎，我男朋友回来了，小易。失败是成功之母哈。哟，还成功之母？哎，我今天可把话撂到这儿，你们要没有房租，就一个字，请。先生，您能不能再宽限我们几天？宽限？啊，大叔，咱俩再商量商量吧啊。真没得商量。那我都跟你说了，我不是现在没钱吗？没钱是你的事儿啊，那我管不了那么多呀。你管不着，我也管不着啊。你住在这儿，那都是你的事儿。我不听话，我就住在这儿，我就在这儿。你这么赖你，就闭嘴。秦总，你天天在我的耳边吵吵嚷嚷的，你看看你，你像不像个精神病啊？你能不能让我的生活清静一点？哎哎，你这个人也是，其实人家小姑娘也没什么错，人家还不都为帮你吗？帮我，对，他天天说在帮我。哎，我有手有脚，我用他帮吗？我自己过得挺好的，啊。哎，还有你，
你不就是有这么一套破房子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从你这儿搬出去了，我就不信我还能睡到大马路上。爷，你，大叔，您别跟他生气。哎，我说我都不是说你哈，你说你挺漂亮的小姑娘，你怎么跟这么个人呢？大叔，哼，对，我没钱，我没出息。秦洛，我求求你了，别跟我在一块了，行吗？啊，少一，你别拉我。秦洛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咱俩分手了。为什么呀？你别拉我，你没听清楚吗？我受够你了，受够你了！哎呀，你别哭啊！你别哭，你别哭，你别……那个，我拿个东西。公公，成了。啥成啊？你吓我一跳。这么小能行吗？我早就告诉过你了，你就好好当技术宅，就别到处乱跑了。多研究研究这些东西，不用晒太阳，皮肤还能白呢。哎，你可别小看它，它是360度高清摄像仪，可以同步佩戴着的周边环境，采用的是 iOS 认证的科学元件，通过远程操控，硬件的真同步无间隙，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视觉体验。想得真好，继续努力啊！守一啊，哎呦呀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啊，你来了？哦，好，好，我马上就来。叫我救急。哎，守一，公公，哎，进来不说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了什么惊天大事了？土耳其政变，你参与了？啥政变？你没干什么大事，你至于这样的吗？虽然咱俩挺长时间不见了，但挺兄弟的。你除了坦白存款，别无选择。国家没钱无个人，那个策划案你就别操心了。跟我，跟我去公安局自首去。去啥公安局？那你这么大阵仗干嘛呀？我就求你写个策划案，你不想写就告诉我，你不用在这儿装疯卖傻呀。光光，我是个编剧，那写字的事儿难不倒我。但就有一点。那点儿，这你还要钱呢？我不是要这个钱，策划案我帮你写，这是借的。守一啊，咱先不谈这些，谈钱俗气。这么久不见了，咱们也得先叙叙旧。你和秦洛还好吗？还记得咱仨怎么认识的吗？主任被你搞得不行不行的，我这有病。胖子，嗯，你拿我们车干嘛呀？告诉你，记住了，这片地儿全是我停车的地儿，知道吗？这地儿这么大，你能停凭什么我们不能停？你这不欺负人吗你？怎么着？不服啊？我还告诉你，下次再敢往这儿停车，就不是把你提名声那么简单了，知道吗？去，把车扔了。我怎么知道你在哪儿停车？我要住这。再他妈摔两脚，耽误我们俩。你哎，还他妈敢打我！哎，你别打了，别打，再打我告老师去了。打，打点打！喂，起开！你们知不知道这是我男朋友啊？这是我弟啊！怎么着啊？怎么着？让你们滚！记住了啊，下次再敢往这停，我还打你。走。没事吧？走。当年秦璐为了你，简直抛头颅洒热血，不惜每次把我扔出去当替罪羊。
那时候就想，你这么怂，碰上他简直天赐良缘。怎样，没辜负他吧？别跟我提他。吵架了？分手了。不是，咱不说这个了。公公，我真是急用钱，你先借我点。不是我不帮，这最近我也谈恋爱了，这手头上很紧，生活水平直线下降。不信你看，哎呀，就这些啊，你不嫌弃你就拿去用吧。你回去好好道个歉，好好过日子。你秦璐挺好的。秦璐，秦璐，我现在听到这两个字我就心烦。光光，我现在无家可归，这都是他害的。估计他早就想跟我分手了，只不过拿这个当借口。不可能啊，他风风火火的，但对你绝对是真爱啊。用不着你替他说话。守一，月薪三千，刨去房租还剩五百，这什么也不够啊。大哥，您看了这么多套，有满意的吗？我看的多吗？我这个是货比三家。对对对，这买房啊，它不是买小菜。哎，你倒是巴不得我立马就签单是吧？哦，你以为这个提成就这么好拿的？是是，大哥，没事，说到我带您看别的，前面那个房子还可以。走，大哥，进。你这小伙子说话就不好听。啊，这看了这么多套，哦，你烦了是吧？没事没事。下去。呀，我是编剧。编啥？编剧。大爷，就是你们看那些电视剧、电影啥的，都是编剧编出来的。你编过啥？挺多的，但是你们可能都没看过。哎，这不重要。我跟你们讲，我新编了一个故事，特别有意思，讲的是花椒精下凡人间寻找真爱。在现代社会里呢，遇到了鸡精，对，两精一见钟情，嗯，成就了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。最后他们还孕育出了好吃的花椒鸡，怎么样？我这个故事有意思吧？哥们，都别硬拿我去签名吧。
你从哪儿来的？这是我的地盘，去。那你往那边。你在我的地盘上撒尿，连你都欺负我，去，别在我这儿待了，走开。是一个特别倒霉的人，这些年一事无成，跟着我干嘛？哎，你做狗有点追求行不行？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，你跟着我到底想要什么呀？这是我刚借来的钱，分给你点行了吧？这你也不要，你想要什么呀？骨头。哦，你想要骨头，早说嘛你。好运气啊。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这三个，这三个不要，剩下的你都给我来一份。那个好像有点多吧。我饿。好。嗯，老板，有馒头吗？没有。米饭也行。没有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是面馆。凑合。好。哎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那100块钱我都花了，一分都不剩了。骨头。不上当了啊。我跟你讲，刚才是你在这儿的时候，我捡了100块钱，但是那你不能认为那就是你的功劳了。咱这样，下边要是有别的好事儿，我指的是那种几率比较小的好事儿，那比方说我那剧本通过了，那我就算你的本事。一说这个，你转什么头啊？真的假的？喂，哎，是我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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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，行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天哪，我剧本过了。哎，走，你跟我走吧。老板，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这三个，这三个不要，剩下的你都给我来一份。
好像有点多吧。我饿。老板，有馒头吗？没有。米饭也行。没有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是面馆。